Hello， 大家好，我是 Uncle， 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我要带大家来看我的背包有多油，没错，就是这个全新的活动。那这个关卡最特别的是，你不能用重复的卡片去挑战。所以在这个挑战的路途中呢，我用了非常多的复制人。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用了什么50对通关吧。那首先呢，第一对通常都是黑金啊，或者是近期比较油的一个复制人哦。那我觉得黑金打这一次的关卡都没什么问题。那主要比较难的大概挑战到30队那边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小困难了。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如果说你带四张卡片是可以的。那这次拔卡是没有限制的，你甚至拔到两卡能够过都没有问题。虽然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关卡设置，跟之前不一样哦。之前可能最少就五卡什么的。那其中呢，这一次好像由于 bug 的关系，所以导致你通关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吃这个石头的。所以有些队伍，如果说你真的打不过的话，是可以半路吃颗石头就可以过的。那其中呢，我觉得除了大奖、二奖。那个合作的都试过之外，比较好过的大概是希腊系列，也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用的。然后在第二个推荐的就是还有什么？其实好像这其实没什么参考意义，就是跟大家讲说我的背包有多油而已啦。对啊，就是一个炫耀的影片。好，那最后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看这个我最后一对通关的木北欧哦，来带大家来看。哇、哦，看起来就很爽哎、欸，这一队。如果这打不过的话，我可能考虑把队员换四张福利加吧。红哥可以剃光头吗？不行。哇，好久没玩北欧了。我今天其实才玩北欧啊，因为那个王者杯，然后用北欧，其实北欧伤害是不烂的。但没有像现在一线队伍这么好，就是了。啊，这样回复力有点悲惨。带奥丁啊，反正没出场过。哎，哭哭啊，奥丁！呀，我要用这队，带着那个木北欧通关。王者杯 A 跟 C 超简单 ，B 还在赌七万分。B 是有机会七万分的，我看那个。我那个打法应该有机会七万啊，只是很可惜。很可惜我大概有操作失误啊。六万多分。B 垃圾关。哎呀，那个 B 真的是超能打的。哦，甜酱母猪漂亮。B 现在第一名是七万九。哦，厉害啊。不过我没想要拼，反正我也不能去比赛嘛，是吧？我打过一次拿奖赏就好了。其实可以一直开这个，但我竟然被封住了，可恶！好，我决定在这边带走他。绿木珠出来，为啥不能？官方说达人不能参赛啊，就这个原因。就算达人可以参赛，好了，我也不太想比，因为好累哦。等于是你还要配合他们开直播还是什么的，累死了，谁要？我躺在家里那个玩游戏比较实在。哦，还是可以开啊，开没用，这没用，我还可以转神珠珠出来、欸，哭啊！完了完了，真的完了，我没想到是这样，哇，哭啊！靠意志力撑下去啊，北欧。
要活下来啊，北欧。新珠，新珠一颗啊，一组有一组。活下来，北欧。哇，肖真版。有啊有啊，活下来了。梅奥丁感觉伤害超好多，没办法，我们只是追寻一个自由。少消一组，太可惜了。这回复力很酷吧？会有神珠珠吗？有，居然有神珠珠，吓死我了！我们要留一颗神珠珠。等下下回会有最高倍率，这天象可以耶，好，耶、yeah, ，活下来了，太神了吧这一队，果然信仰之力是很强大的，这样都能打得过。三北欧三奥迪要屁股勾搭才能放，玄哥就可以放吧。比如说玄哥，光暗全消哈。哇，差一点，暗珠卡住了，为什么闪退？让木北知道你的手速，玄哥可以放啊，油，玄哥空间很油，玄哥不是去睡了吗？没有，玄哥在唱歌啊，他们在唱歌啊，他们开包厢欸，谁跟你睡觉？小朋友在睡觉。我在听歌，玄哥在听歌，可以开了呀！ Yeah, 总算我们可以木北欧连发了。好，第五关，红哥要不要来？耶、yeah, ！我打完这个我就想休息了，好累哦。打这五十队快吐血了，啊、哦，伤害可以耶，1.25还有手消六康，有够烦。那种就是要 U 转啊，你有 U 转过后会比较好转。闪退还有通关记录吗？有。他的这个通关记录其实是那个其实是为了让你不能再用同样卡片进场，所以就算闪退也是会有记录的，所以跟一般的那种关卡比较不一样。七，好险，有天降。哇，怎么一直七啊？再七下去都要刷一波七啦。太扯了吧，欸，到底要七几次，欸，哥哥能不能就给我一个天降就行，一个就好。哇，这个叠珠。总算摆脱这个七的轮回了。好，再来是新珠，是新珠。不过我们直接把那个转掉了，所以应该没事。要过了吧？可以过了吧？过去了，太神啦！再看这个，
开这个，这都不能开、欸。好，直接手转一波。没有天降，没有天降，你还是北欧吗？北欧不是都天降的不要不要的吗？过吧，没过就完了。耶！Yeah! 我们在北欧征服了中秋节了，太爽了！大就是香，再次验证这件事。看一下，哇，总算五十了！哎、欸，它可以重置是什么意思？哦，不要重置，不要重置，按下去直接出事啊！哦、